不会放弃啊！有钱我宁愿我不赚，我要来为社会上服务。所以说，我一直求老天爷，只要我平安快乐，不生病，直到我有一天哦，两脚一蹬，再见。凌晨三点，大家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位在三重的这间果菜批发市场早就已经热闹忙碌起来了。弟弟前辈，来送你两个送三二四二四二五五三五，来好过来，背台背哦，我来三五，来你哦，六二六七二八二八九二十十三五。这里是果菜公司拍卖水果的地方，专派的拍卖员负责将一摞摞的水果拍卖出售，而来这里要喊价买走水果的都是市场内租有摊位的店家，每个摊位都是一个行口。虽然说拍卖的金额左右着水果价格的涨跌，但是这样的环境并没有让这里变得市侩。去年吼，肉粽节，阮嘛是办活动，甲果菜公司、甲迄个青果公会做伙办即个肉粽，上安心。八八风灾，吼，九二一大地震，我们市场，尤其我们土地公庙，吼，都捐赠非常多这个钱出去啊。不管是由青果公会来统筹，还是靠市场里土地公庙的发起，这间果菜市场用爱心回馈社会，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然而，在这个市场推动爱心活动的，还有这么一号人物——梁国华，一个在果菜市场里靠着拉货捡回收营生的搬运工。是啊，一头吧，一头吧，哎，谢谢。啊！这这一头当刚用大天发的哦，车来拢讲啊未接到电话，啊未叫开始拖啊，看到，安尼啊。拜五执照刚。哎呀、啊。喂，你好。真平啊，今麦要拖回。你知影的无？啊好好，我随到吼，随到。几件？十件，这安尼这会使啊，嘿。哦。他就是我现场搬货的时候，他会很小心翼翼，他不会乱丢啊，哦，很粗心啊，很大意啊，他就是会照顾我们的货，哦，让我们的货直接送上车。他也好，我们也好，像买出去的人，他这个货不会受伤。这样也很好，大家都好，所以说他来做这个，我们也蛮，不要说照顾他啦，他也照顾我们啦，都相对的啦，对啊，是这样。刚刚我一只嘛吼，这段。不要。啊，这个地方啦，三十九号在这里啊。因为我是都用拖车哈，用那个水果行的车子，本身也没有车子，要和水果行借那个车子来拉这个水果，我才有办法赚到钱来。抽一件只有五块钱了，啊，现在好像你这今天刚才拖那个刚刚十件嘛，啊，十件的时候哈，一件五块钱嘛，我不会算账嘛，都是老板他自己会算给我这样，啊，拖几件的时候他老板会登记，啊，等下我该给我他就会给我多少钱这样。为了方便管理市场的运作，九点以前车子是不能进到里面载货的，因此就衍生了像梁国华这样的搬运工，用拖车或是电动板车帮客人载运货品的市场生态。
有啊，拢有人摕去啊，无啊。我休息的时候捡回收的，捡那个人家喝完的那个保特瓶那些，开始捡，没有人叫拉货，我就开始捡那个保特瓶，就卖。老板有没有那个回收瓶？哦，有，谢谢谢谢谢谢，哎，感恩感恩。以前的梁国华是有货车的，刚来市场工作是负责载送水果的工作，收入也比较稳定。每次举办爱心活动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快乐的爱心递送员。一直到去年车子不敷使用抛锚之后，才开始在市场里拉拉货、捡捡回收。今天总共差不多赚了差不多400块，差不多有，非常感谢哈、哦、啊，这些水果行他们的照顾。目前的时候就是回来看看电视啊，就睡睡觉洗洗衣服啊，这样就大致上就只有这样了，回到家也是这样了。一个人住在这个月租7000块钱的房子里，梁国华的生活特别简单。20几年前离了婚，3个小孩也跟着前妻离开，到了近几年收入不好，每天只吃一餐，饿了就睡觉，但是因为铁皮搭盖的房子，到了中午会很热，休息一下，他还会回到市场找一张躺椅睡觉，一直到晚上7、8点才会回家。啊，老板娘你好，啊，明天我。要什么要水果要赠送给孤儿院、养老院那些的，要有什么水果要赠助？哎，送礼哦。我们今天出来说这些物资嘛，请老板你们多多支持哈。啊，我再来登记你这个名字了哈，永豪嘛哈、哦。感谢感谢老板娘你的爱心哈、哦。这天，梁国华忙完了工作，却不急着回家。因为他爱心递送员的身份才正要开始呢。国小没毕业的他，手里拿着水果装箱用的纸板和笔，用最土法炼钢的方式拜访市场里的每个摊位，通知老板们明天他将会送物资到需要的机构，而愿意捐赠的梁国华就会把行口的名称登记在纸板上。非常感谢，谢谢哈！因为我明仔也出来收，啊，我再决定一下哈，感恩，谢谢哈，好，感谢哈，非常感谢哈。鞠躬握手，是帮即将收到物资的机构代为感谢。自从1985年开始，梁国华有了第一部车，进入到市场工作，就开始了他募集物资这件事。直到现在，每个月固定一次的募集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多年下来，他也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小人物。你做爱心这件事，你总是要有发起人，对吧？他发起人嘛，其实办公室应该是蛮过来的啦。他就是出车，啊，出力，啊，那我们就出这个物资。大年大节嘛，他都会送那个。一些我们那个水果嘛，韩国水果要送爱心给他，他会去专送。老板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募集物资，专送物资，这一做就是28年不曾停止。为何他会如此的坚持做这件事呢？原因就是，当初第一个小孩才出生没多久，就生病住进了医院。到医院那边去哦，给医
给医师检查，他说你的小孩子得到心脏病了，这个心脏病是要开刀，要将近要10万块。我一听到说要10万块，我整个人都已经整个发黄了。我老婆就在医院一直哭啊，那个医生那些全部追出来哦，到最后医师小姐他们一直把我拉回去哦，把我慢慢子安抚下来。他说你不用怕了。我们这个马街医院有很多善心人士哈，捐钱那些为这个小孩子、为儿童哈来照顾了，你不用怕了哈。虽然小孩最后还是不幸往生，但是感念社会及时伸出的援手，才让梁国华决心回馈社会。统计完了明天预计捐赠的行口，他离开了市场，来到以前住过的地方。我找我的那个信件，以前我住在这个地方嘛，一般的信件大致上都是这些弱势团体所寄的哈，港口人寄的啦，啊个孤儿院啦或者养老院啦哈，他们所寄的啊，内容的就是说希望我还在关怀一下了。收信是担心错过任何一个需要帮忙的求助讯息，也是希望每次捐赠出去的物资是符合他们的需要。收集物资的时间终于到来，这天工作结束之后，梁国华却充满了活力。谢谢哥哥，给他倒沙缸一下哈。来，啊，这个土地公阿兄来行。我拜托伊遐迄个拖工来甲我斗三工一下吼，我地公阿遐开始。对一件，要送的迄件，要送的哦，好啦。感恩，谢谢。哎，迄个卖的，迄个往来呀。我该想的足久的。他讲有空的话，就叫我做爱心啦。这举手之劳了。我的角度说，因为我们在社会上这些弱势团体，需要我们多一点付出一点爱心了。这样子，多付点爱心了，我们这个社会才有一点温暖的，是不是？我是说这样感觉到就很好。刚开始。梁国华也只是靠着自己载货所赚来的钱，默默地送爱心。如果今天赚了500块钱，就会把300块留给老婆，剩下200块钱则拿来买水果送育幼院。后来因为一次特殊的机缘，就像是蝴蝶效应，小小的振翅带动了整个市场。谢谢。那个就是说结交公司的职员呐、他两夫妻在公司当职员嘛，他知道我的状况，他说这样啦，你这样每次赚钱要买水果买不多啊，他就用那个麦克风在讲，一讲那个水果行一听到，哇，那时候眼泪掉下来，他也来找我，大家都来找。那个水果看得到的都是你的啦，你能够搬多少你搬多少了，就在果菜市场那个里面啊，他卖的水果很快就飞过了你耶，他就喊你的，你也掐我的再挖点，你再挖点，那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好，请坐，起来，谢谢。大家的热血响应是梁国华意想不到的惊喜，原来他也可以用一己之力集结大家的力量，把爱心放到最大。好了，行了，好了，我是要让你赶紧去探听哦，你有系啦，我后边过了，我行上去啦，没啦，我后边过的啦哈。嗓门大，性子急躁，讲起话来也毫不圆滑。梁国华其实有着既土性又不讨人喜欢的行事作风，
也因此曾经被质疑过。路路去，我小等家己爱过来整理啦，你看。之前有看有公平无公，待会帮收集一些，顺便用别人的物资啊，上好别人啊，是上好一些不需要，比如说给野菜啊，不知道是有人讲啊，菜足贵的啊，该不食都吃进去，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曾经去跟过去看，骑摩托车跟去看过，所以我刚刚刚刚是有实际在做爱心的，不是会浪费大家的爱心。担心帮忙的吴大哥等等还有事情要忙，两个人把物资放好之后，梁国华打算自己来整理统计这些物资，只是才一转眼他怎么也不见了。因为临时发生车祸了啊，所以说啊，怕后面的人啊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又再撞到一起啊！马上我有看到之后，我就马上按照指挥交通，要警察来就由他们来处理了。啊！古道热肠这句话在他身上算是深的根吧。梁国华说自己没读过什么书，只记得当年离家北上时受到很多人的帮助，让他铭记在心。一个看似粗犷、草根性很强的他，其实也有细腻的一部分。他们有尊重的哈，名字我都有让他记的哈。这个地方最起码范围差不多有七八十箱吧。今天有联络一个是那个植物人的单位哈，来，因为植物人他的水果他很特殊，其实好像这个水果他不能吃。不能打汁哦，啊，这个香蕉可以打汁的。我们要做这个，我要先看了解一下，他没有需要的，我锦上添花没有用嘛。因为行口捐赠的水果每次都会不同，因此物资要送到哪些机构，就得看当次水果的种类而有所不同。还好，梁国华这几十年累积下来，早已经大略明白笔记本上这些机构的人数和需求。你今麦有车无？会使直接卖关在市场无？良心送给爱心。可惜今天的水果大部分不适合老人的机构，梁国华另外联络到花莲的教养院派车来载，但此时的他早已经疲惫不堪。因此找来两位朋友帮忙，要把花莲单位的水果整理出来。原本有车的梁国华都会开车专送，去年因为车子老旧报销无法清送，收入也因此减少。就算是这样，他也没放弃送物资这件事，而是换个方式，没钱就暂时停止花钱买水果，没车就请市场最热心的王迪雄帮忙运送，服务到府。哦，安妈在我咧做点菜啦。哎呀，几点要去？咱查高中图案嘛。哎，较早也无。好啦，哎呀，叫住阿老师啦。我老婆老婆。哦，啊，无得来啊，嘛位啊，这老位啊，买下来。今天休市是市场一整周唯一的假期，梁国华一早就到这里来等待，而昨天联络到的另一辆来领物资的树人机构也准时到达。我不是院长，我是院长的那个助理。啊，助理，我们去开会，叫我们过来，我要带他的名片过来。这样啊？对。所以说要让你知道，好，OK。梁先生对我们帮助很多啊。对啊。这是我们的院长。谢谢。你带我走就好了哦。用
早已在市场摊位等候的王迪雄，看到前来的单位，正想着不知是否曾经去过，忍不住翻出之前所收到的感谢状，寻找着。因为我这有这个电话，对了，有资料啊，我这。你留下你的资料，因为我们也会做感谢状来。不是，不是，我是说找那主计的电话。我上次因为单位的那个感谢信啊，我起码我这有主计啊，这有老弟啊。我们院的。这丰收这土红这干米线呀，哈，这。巴德这样也在我们桃园县，也是在桃园县哈。对，这个地方我知道了，这个我自己亲身有数据。还有一个锦莲哦，我自己有亲身说，桃园区巴德那边只有两家。那个都不要命哦。这个西瓜你的，你们最多。所以梁先生是通知我们过来，他说有一些水果物资要捐赠给我们，因为他都主动。一般我们现在身心上社福机构的捐赠物资是比较少了，梁先生都是主动联络我们。对，他所有任何这边有任何的活动就联络过我们，还有其他机构都一起过来了。你怎么不听你在台车？你在台车？啊，在台车。在台车，这个人家会通常不进去，啊，在台车会通常不进去。这样一餐够吗？够了。啊，也叫我们我都来到用搬一个较紧啦，啊，无干那安尼一个人够搬啦，够去搬，较侪来搬较紧。特地利用休假日前来帮忙的王迪雄，是因为被梁国华的执着而感动，因此自愿加入水果运送的行列。而太太担心他一个人搬货会负荷不了。也是有空就跟着王迪雄开着车一起四处去送物资。你是嘛是真有爱心啦，啊无你要我多发起济，发起济嘛爱讲嘞，逐项拢爱嘞，啊搁爱来找看，啥人要管唔管，爱有迄个面。我细汉拢捌艰苦过啊，你知我细汉的时阵，家带一户伫个，阮咧饲鸭，啊伫鸭寮安尼吼。啊，拢无电话啊！啊，阮一摆风台来吼，去人关钱啊，趁啊稳啊。有啊，迄阵嘛是算拢穿破衫破裤啦，啊嘛是共款，啊人关心咧，哦，感觉真温暖安尼啊。嗯，我想讲，嘿，大汉的心哦，我来用人帮忙哦，我就是出一块力安尼啦。对啊。哎，你好，我请那个学生来帮忙。好。倒播啦，台语比较好。倒播啦，文刀不像文刀啦。来，快来帮忙，快点！有种不要撞。来，明天再赶快来帮忙哦，有爱心公司来啦，快点！来帮忙。他不是全部呢，没，不是全部，全部，来，没，先搬。很难得有这么多水果，因为一般人家给的。其实比较多都是那个可能蔬菜啊，准备要淘汰的那一种。我今麦这一模地啊，今麦这起安尼较舒适啊，无像以前遐伫个水皮屋的遐安尼。老饭店明友路那边送好，然后今麦这用较好啊。嗨，你是礼貌，他很有礼貌哦。你最小的啊？还有没有弟弟妹妹？没来，现在都。是上课了，张多宇。哦，现在上课了。对。你们去上班吗？没有。还没有。我来到这看过不？你那个都到什么流水？跌倒。哦，走路要走好，不能跌倒。跌倒，你看流的死又死的，你看，要小心哈。我要请他帮我们照相，所以我要教他。好。这里啊，有一个，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照相机，看下去，有没有看到？有。我看到，你这样拿着。这样子拿着，我让他学好，这样拿着，等一下哈，来，这个手不要按到，手放上面，哎，掉，好棒哦，来，等一下按这边，哎，放掉，哦，还会连拍耶，哈哈哈哈，哎呀，好，来，对，哟，阿公谢谢，他多谢，谢谢，嗯，谢，好，好，起来，对，去洗嘴，加油啊，好，施比受更有福。
当年那条毯子所带来的温暖，让王迪雄多跑几趟都不嫌累。有时候物资特别多，还得十部车子分头运送。今天的数量，他估计大概可以送三个地方。这当个水果还过来。90多了。哦，恁遐算大大人啊，就对啦，无囡仔啦吼。虽然梁国华已经大略分配好要送的机构，但是受托送物资的王迪雄夫妻却是毫不马虎，重复确认机构的需求，一点都不能浪费。伊讲我这要送两斤，啊，我想，啊，我这个单五斤哩啊，有诶，迄个伊遐都无囡仔，你来提囡仔门互伊是无下，啊，人咧，阮诶物件人无可能，你爱啥物货送啥物货，人是有诶，我有啥物货，我就捐啥物货啊，安尼啊，啊你若要，我是迄囡仔物件，啊，阿门啊，你拢大人，你要送去哪下，对无？阿爸爸再去谈。好香蕉哈，哦，来，面面嘛，哦，有班的人都有可以吃，班的人，好，来，行，哦，你还得给我笑，行，行，这么开心吗？未歹啊，你啊做着好代志，感觉着心肝头，做了就真轻松安尼啊，就轻松啊，无啥啊，你啊做好代志，感觉真轻松安尼。真正，你若有去啊做一下迄，安尼为回馈别人的安尼哦，你心肝头足轻松的。三个，嗯，好，好嘞，好嘞，我知道，八年。改天啦，改天来。用我陪阮女朋友做做啦，用得陪去佚佗啦。今仔日上车欢喜了，啊，为人服务，为人服务上好啦。也袂歹啦，哎，刚好吃咧，系啊，来吃水果啦，快点。王迪雄的摊位是梁国华每天一定会来的地方，工作的空档或是结束之后，找王迪雄泡泡茶、聊聊天，是他一天最放松的时刻。而今天他来到这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这趟做煞，啊！我今仔要载物件吼到土城，啊！你几点去？有法度加到三工无？多点无？好，谢谢，感谢。是有诶啊！啊，咱即摆着咧做啊，搁即款诶未拄啊好，啊拄好无车啦。咱着有车，咱着尽量甲伊发到服务者安尼。谢谢啦吼！安好，好你。好啦，吼，咱全咧决定，感恩感恩感恩吼。爬上阁楼，狭小的空间堆满了许多看板。原来梁国华不止在市场募物资专送，每年还会举办大型的活动。除了现场物资发放之外，还有歌星演唱、舞龙舞狮等等活动的表演。而每场活动累积下来的活动看板和简报，就成了他心中最珍贵的宝贝。这个就是我以前
办爱心75年到现在的那个看板，这个是我的财产。很多我的那个爱心的资讯哈，都在这里我所做过的哈、这些都是我的那个爱心的资讯在这个里面的。好像这些。理着理着，王蝶雄的车子也来到了。你们明明讲有啦，有落啊？啊，有落啦。无啊，讲要来搞车嘛，是无啊，无也无去啊。好，注意啊，分啊。遐轻的有你，遐重的才好啊，安尼就好啊。自从车子坏了之后，光是靠拉货捡回收的收入，梁国华根本付不起目前的房租，因此必须要另外找个更便宜的住处。只是新的地方还没有找到，怕到时候来不及搬，今天才会拜托王蝶雄帮忙，先搬一些到土城去堆放。像咱这做这无放个较顶较戆啊，大家拢要巧啊，嗯，要家己个嘛变无灵啦，家己个吼，迄若袂人斗啊用，家己个嘛变袂来啦。你若无斗搬啊一台车咧搭载嘛无法度啊，你咪家己无车啊。辛辛苦苦从三重来到土城。这里是梁国华以前住家旁边的小山坡地，东西就暂时放在这个简陋的小棚子里，而这个棚子是他趁市场休市时过来搭的。你后天要来找我，你再来这找我。这阵变繁荣啊！系啊，吃山珍海味啊，山顶啊，别装咧，有啦。含电脑都无咧，特别脏。因为我怕的话有那个地方，我把这个电都端到那个整理一下哈，怕有那些东西要进来。本来我也是真的找不到房子要在这里住啊。这有咩大哦？我看，牙缸含蛇都才大到这呢。搬完了东西，梁国华随即来到细致的军人公墓，说是要来看看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贵人马颖马叔叔。当年的他白天当武打演员，晚上又在铁工厂当学徒，而马颖正是那间铁工厂的管理员。初来乍到的梁国华跟马颖并不熟识，而两个人情感的建立，竟是因为小儿子得了心脏病，花光家中积蓄而开始的。他就说你的家庭状况很糟糕啊，现在的时候工厂赚在这里赚又赚不到钱，你又要和老婆来养老婆养孩子，你的孩子也要很多钱来用啊。他知道我抓紧状况，他才买一部小货车给我嘛。因为这部车开启了梁国华不一样的人生。开着小货车，他开始卖起水果，做点小生意，经济状况终于开始有所改善。也因为这样，跟果菜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来了，我替你这里哈整理干净一点哈。饮水思源是他最常用来提醒自己的一句话，而马颖对他视如己出的关怀，在他的心里早已经埋下了善因的种子。
这个就是我所做的爱心的那个活动哈、哦、的光碟片就，就这个就是我的财产，虽然不值钱了。总共还有箱子里面的那个光碟片，总共有100多张吧。在这些光碟片里，记录着每次活动各路人马的踊跃帮忙。梁国华除了在市场募物资送给教养院、育幼院之外，还有每年一次最重要的中秋送爱心活动。今年祝福咱家慈善机构吼，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就是咱这个吼行政院长吼，咱这个夫人吼，咱这个吴都丽的夫人吼。因为知道需要帮助的人不止在机构里，梁国华还想把这份关怀扩散出去，因此在1985年开始募物资没有多久，就办起了中秋送爱心的活动。但不同的是，中秋募来的物资最主要是要发送给三重地区的贫苦家庭。现在已经是6月尾声了，梁国华又要开始筹备中秋活动，第一站就是要来到青果公司，请罗经理帮忙修改文宣。我会在国泰市场这里举办嘛，因为我在搞哈，有很多那个这个文字哈，对哈。好了，我先看一下吧哈，那个你这个现在比较单纯嘛哈，那个还是一样，我们就按照往年这样子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我记得是有一年了哈，就是说在也是刚好他办爱心活动那一场。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我就在靠看他在整场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声音就大，啊，就声音大，声音小这样子。哎，我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哈？哎，有时候我还蛮尊敬他的啊。我那时候跟他这样讲，哎，需不需要我这样子要进行服务哈？我们还是同乡的，都是客家人的，在公司这里哈。很少讲客语的话，对他的最大的期许就是还是一样哈，一本初衷这样持续走下去，让这个活动能够不只是中秋活动，有时候一些哈，像台风过后，从这个我们市场里面把这个爱心活动这样推广出去，让大家一个像抛砖引玉一样哈，把这个活动继续发扬光大。好嘞，赶紧赶 ，OK。Okay, 感谢哈。好 ，OK， 好。离开了果菜市场，梁国华马不停蹄地赶往万华，要来找一位相识40年的好友赖导。如果没有他，中秋的爱心活动是热闹不起来的。此时的赖导正好有访客，而巧的是，他刚好也认识。请到。我最近又要办一个爱心活动哦，感谢你，你的支持，谢谢。那他只要他叫我，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会到。过去咱那现在到今嘛，可能也久啊。这个先我早58年过，九年都上这个先，我做执行的先咯。哎呀，因拢是做花因玩啊咧，放叫来拍伊。哼。哇，那以前真认真啊，较无会哦，连那武行伊嘛累啦，连拍嘛累拍啦，连摔嘛累摔。谢谢。在赖导的眼中，梁国华是一位认真的好演员。当他办爱心活动的时候，赖导总会私下自掏腰包请歌手上台表演。长久下来，难免也会不堪负荷，所以有时候面对他的邀约，想拒绝，却又不禁被他的认真和执着说服。他的心态我不晓得了，就是人家看起来就奇怪，他比流浪汉还流浪汉，为什么他还要做爱心？就这样子。哎，他真的很刻苦，每次都会有时候会遇到瓶颈，有遇到的瓶颈就是说人家跟他讲说要，结果到最后没有，那时候他最累，他一定要想办法再补足。比如说米要送100斤，到时候没米的话，他真的要去想办法去找米。去拜托啦，去想尽办法去找。他是不了解我，我要许大哥哈。打架不会的，会骂来骂去的，因为是不了解，因为我讲话好像能够爆炸一样啊。其实没有坏意的，你看，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控制我的声音小一点，结果
有时候他讲话很大声嘛，讲话都哇啪啪啪这样子。我说，其实你是好意，但是你这样大声的话，人家以为是你在骂人呢。他急的时候就很大声哦，叫过来叫过去，我都听得哦，你这样子会不好。很多人哦，他会帮助人家的时候，他本身自己是也是蛮困难的，可是他碰到很多比他更困难，他是更想要帮助人家，只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需要大家来。对对对对对，那有的人，有些人他是蛮有的人，可是他不会去帮助也是有。但是有些人像我们这梁大哥这个人，他本身就是看起来就是很需要人家帮助他，可是呢，他会把自己的只要有人需要帮助，他就会尽量去想办法去帮助人家，这是很难得的。看着都60几岁，还在为爱心活动当拼命三郎的梁国华，赖导对这位老朋友一直有一股心疼。身体顾好一点。我每次遇到他，我说真的朋友哦，希望说你时常看到你，不要说忽然间看不到你，最重要是这个。在爱心活动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关于现场物资发放的对象该如何造册。梁国华回到三重，来此找经验丰富的林师姐帮忙。他们低收入户啊，来报道啊，要发放这样安尼啊话的啊，这个名册啊，都按麻烦你来给他做哈。哎，合作了。好了，谢谢啊。尽人力了。哎，啊，把一些多余的分配给那个低收入。哦，好了。哎呀，哎，啊，教养院方面哦，哎，他们也是比较多人在帮助他。哦，对，对对。奔走了一天，梁国华趁住家附近的书画学院上课之前，来找曾老师拿墨宝。这时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疲惫的他声音也显得沙哑了起来。梁先生，我来小老，来对抗嘛，对抗给我。谢谢谢谢。来，哇，现在非常漂亮。感恩，谢谢。就是在现场，他有一些可能有人家要赞助什么物资的，那我们就帮忙他把他大名写上去，哎，他贴在上面，表示对他的感谢啊。写字哦，不一定说是他的每一首很难讲。只是说你在这里面，你会感觉到你会感觉到你的快乐。就像做善事的人，他为什么要他不求回报，他只是做他认为做他该做的事情而已。啊，何弟，赶快等你啊！等一下，哦，讲会讲话哈。啊，对，那这。梁国华口中的这个会长，自己也有一个爱心会，每次活动一到，他就会号召一些志工到现场帮忙。因为这爱心妈妈吼，哎，刚过来辅导，加切三两个啊，哎，有一个抽屉让我替换，哦，对，哎，跟咱用用伊啊，跟咱讲要换接别行啊，什么的啊，背起来哦，哎，人流无人，对，因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刚好同一个时间也认识他们团里面的一个杨老师。杨老师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一直秉着他讲的一句话：这个人不要放弃他，因为他是帮助我们帮了他，他可以帮很多人。东港你啦，迄落大家开会拢协调好，东港来使底水就加恁一寡啦。哎啦，盐多滴鱼，盐多，大家火气改落来。其实真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缺点，当然科技日新月异，一直进不去啊。啊，这也是事实。但是有的人他跟不上，但是他有那个心，他土方法也是很好的。但是在别人的感觉说，他只是负责讲一讲，但是他讲一讲，最起码比不讲的人好。让这些来帮忙做义工的，像
现场就将近快100位在那个地方嘛，啊，现场都有可以吃，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我心情很不好，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录音带，啊，慢慢的一直在改善，一直在改善我的爱心哈，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到说给社会上有一个认同？事实上，让梁国华得靠看 DVD 排解心中苦闷的那团心结，是埋在他心中多年的一个遗憾。啊，太太，还有孩子，我很对不起，因为还没有离婚的时候，你所讲的一切，因为我就是很鲁莽，所以说不听老婆的奉劝，所以说今天会走上这些离婚的时候，我也很想念你，已经经过好几年了。最近爸好吗？小孩子那些都好吗？或许心中那份属于家的遗憾已经无法弥补，所以梁国华更加珍惜在果菜市场这个大家庭里生活着，没读什么书，却明白知恩图报的重要。梁国华说，或许时间无法倒流，向以前曾经给予过他帮助的人道谢报恩，他唯一能回报的就是不停地将当年他所领受的恩惠点点滴滴散播给各个角落那些更需要的人，这个就是他的甘愿人生。